欢迎收看六点钟早安新鲜闻，我是黄兆文。新闻开始带您看到的是台湾的羽球选手代表团到泰国参加系列赛事，赢得四金二银四铜的优异成绩，缔造多项的台湾新纪录。而羽球协会也举办荣归的记者会庆祝，空调业者也为选手们尽一份心，特别赠送了空气清净机来照顾他们的健康。而今年的新春台湾羽球体坛喜事连连呐、不仅世界球后戴资颖夺下生涯第三座的年终赛女单冠军宝座，台湾也拿下了男双冠军。